US Match 所吸引。会加入，应该是因为一般传统银行不会有这种新创的事情吧。我是想看新加坡银行做起来会怎么样。主要就是我们会透过设计思考的方式去解决一些 IBG 或 CBG 部门给我们的一些任务。然后比如说包括了 Discover、Define、Develop 跟 Deliver 四个阶段，然后在开始的时候也会一刚开始会有先相对应的课程。这就是一个充满血泪的两个月。Free review 完，想要重新修正但没有头绪的时候，那时候我们一起加班加到了蛮晚。我觉得每天都是一个学习的历程，所以不是辛苦，我觉得是还蛮有满足感的。Unicorn 比较自由，比较看的东西比较广，所以你除了你的题目之外，你可以在这中间看到整个产品 end to end 它到底是怎么样去发想，怎么样去执行。要 think out the box， 就是不要僵化。加上一个是有组织能力的，或是要被赋予一个任务，是给你们一个命题，给你们一个挑战，然后你们要能想出一个有创业解决方案，并且是可以执行的。在这两个月期间，你可以看到他们啊，就是一步一步的，第一个是 build up 自己的 knowledge， 那第二个是有了知识之后，他们可以去思考，那思考之后对专案提出一些solution，提出一些回馈，所以日子都还蛮认真，有正在动，然后我可以看到他们的成长，那也相信他们在这两个月也学到蛮多，也可以看到自己的不一样。